小都有一个愿望，有的希望当老师，有的希望当医生，还有的希望当飞行员，驾驶飞机翱翔在空中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做战斗机。想一想你们见过的战斗机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可以把战斗机分为几个部分，我们用两个小的三角形组合成一个大的三角形作为我们的机身。接着我们拿出两个带圆双头接和一个圆球贴上去，两根管子作为战斗机的发射器。接着我们再做一个小的三角形，再拿出两个叶片，拿出一个带圆双头接拼接在我们的战斗机机身上。看，我们的战斗机就完成了。你们会做出更多更棒的战斗机。万能工匠让孩子爱不释手，让孩子放飞想象。我们可以，你也可以。期待着与您的下次相约，再会。